角上抹油，又刺儿又花头，窜闪腾挪宁顽不折，来去尽自由。人在江湖心肠有风大雨急，情真意重力万难他化险为夷。英雄不问出身，恩情重于黄金，不管世人如何说，这义永远在我心。世间百态，有恨就有真爱，缘起缘落由他去，他潇洒自在。身心百变，蝴蝶穿花翩翩起舞，红颜佳人痴心不变，义无反顾。在下给您赔礼了啊，这太尴尬了。你说那么多那么好的木头，万里迢迢的从云南给运过来，肯定挺费事儿的，就让在下咔嚓咔嚓的全都给锯成劈柴了。哎呦，我这心里也是挺心疼的。恐怕现在这戏园子是建不成了，也只能烧火做饭热炕头了。魏大人为什么要怀疑我呢？为什么？其实也没怀疑你，而且也不是我怀疑你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要怪啊，就只能怪你们家树大招风。有人密报皇上他老人家，说世子您，说您啊。运木头造戏园子是个幌子，这木头里实则是藏着兵器，要对皇上不利。皇上他老人家一听火冒三丈的，就派我来好好的查一查。你说皇上的命令我也不敢违抗，不是？所以说呀，我也很为难。你说谁愿意大热天的过来锯木头玩啊？是不是？我跟家里喝点茶比什么不强啊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事儿我已经干了，您呢给我拉个单子，一共多少根木头，然后花了多少银子，都给我列个清单。我呢一两不差的我全赔给你啊。魏大人此言差矣，魏大人您是奉皇上之命秉公办事，怎么能让您自己掏腰包呢？他日我就让他们就近采买木材，待您验明正身后再让他们建造戏园。额驸大人就是额驸大人，真是宽宏大量，仗义十足，在下佩服佩服。我养了一辈子马错不了，好马都在天子脚下，夸口了吧？夸口？哼，只能说你没见识。你说谁呢？说谁谁心里清楚。额驸大人，这咱俩讲和了，外边怎么又吵起来了？王副将进。次子殿下，韦大人。在下参见韦大人。哟，这位是新来的也是？卑职云南提督张勇，见过韦大人。啊，建戏园子的木头，就是张提督负责押送的。哎呦，瞧瞧我们世子啊！世子就是世子，架子蛮大哦，用提督运木头。韦大人也说过，皇家的事无小事，在下只是一心念着公主，给她最好的东西。哦，哎呀，张提督，这一路奔波辛苦喽，用骡子运木头确实很累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有劳韦大人关心，我们这一路啊用的是滇马，没用骡子。
用马运木头，这么老远，这得累死多少匹马啊？累不死，我的是颠马。啊？颠马？这颠马是个什么马种？哦，刚才啊，大家说起了牲口，王副将称赞云南的马好，赵总兵偏不信，说颠马腿短跑不快，这王副将呢却说颠马有长力，十里之内啊及不上别的马，可跑到二三十里之后是越跑越精神呐。王副将那是瞎说，哼。哎呦，这如此说来，你这手下王副将还会像马？哎，这样这样，我那正好有一匹小马，也让王副将给我像像。好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不，我看很有这个必要啊。既然王副将如此胸有成竹，那我们不如就赤裸的试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这马形貌神俊，腿长膘肥，毛色油光滑亮，上上匹，果然是好马。只可惜养废了。啊？养废了？不知韦大人每天骑它几次，跑多远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我的这匹骏马如此的高大，每次我上它都得上半个时辰，更别说骑它了。再说了，一个有一次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么好的马，天天骑它，多可惜呀！可惜呀，像这样的好马，需要每天骑上它，快跑十五里，慢跑三十里，越练越好。可韦大人过于爱惜，舍不得骑。想必这马吃的也是上等精料，吃完就睡，睡完就吃，就像富贵人家的子弟一样，被宠坏了，废了。我觉得王副将说的不对，这富家子弟也有本事极大的呀，就好比我们额驸大爷，虽然他是你们王爷的世子，从小呢也是端着金碗吃饭、玉碗喝汤的主，可我就认为他的本事极大。韦爵爷所言极是，王副将，咱就别耽误韦爵爷时间了。韦爵爷，咱们回去听听信，喝几杯。我觉得不急，啊，既然王副将说我的马养废了，那我倒要见识见识王副将养的好马。没错，见识就见识，请爵爷稍等片刻。王副将，请爵爷见识见识我们府上的马。大人，大人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大人，看着王副将骑上这匹马，像不像六条腿？你看这王副将骑着这匹马，像不像有六条腿？这啊，哼！王副将，你这是开玩笑呢？在下的马不如爵爷的马高大威武，如果比短途冲刺，什么马也不如他；可是要比刻苦耐劳，比长力，什么马也不如我这云南马。云南马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。这是卑职将川马和滇马进行交配，培养的新种。新种？哼，我看分明就是个串种。兄弟，你这可外行了。这马匹向来讲究的是纯种，种越纯越好。我从来没听说过这马匹串种的比纯种的好。我没有说串种马一切都好，马匹的用途不同，有的善于冲锋陷阵，有的善于负载辎重。你的意思就是你喜欢串种了？对，有的串种就是比纯种好。你喜欢串种是你的事儿，你不应该拿韦大人的纯种马说三道四。我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绝对没有三心二意。
我看你这个串种就是千造。你想干什么？打架吧！哎哎，什么？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干什么啊？兄弟之间，何必为个串种和纯种动起手来呢？是不是？你们俩也太有出息了啊，额驸大人。哎，这样吧，啊，我们也就都不耍嘴皮子了。既然各自都觉得各自的好，那我们不如赌一把。对啊，是骡子是马，千穿六六，六六就六六。七七颠马怎么能跟伟杰的大约名句相提并论呢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倒是觉得王副将对他自己的这个新种非常的好啊，自信的很嘛。不如我们就赛一场吧。若是你的串种赢了我的纯种，那我就输你100万两。要是韦爵的大冤良驹赢了，我再添100万。五两百万，一言为定。什么？木头没有问题啊？是奴才派人把这些木头全都按照配刀的尺寸一段一段的给切开了，里边是实心的。那这木头没有问题，那问题在哪儿啊？是啊，在哪儿啊？我问你呢。我不知道啊。鲁莽。这也不能怪你，是我让你鲁莽。你这个，你这是捅了大娄子了。皇上饶命，奴才知罪了。只要能不砍我的脑袋，您要打要罚要骂，我都扛着。这样一来，就让这个吴三桂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紧张。但是开弓就没有回头箭，你却让萧齐营的人日夜守在公主府周围，就算是有一丝的风吹草动也要上榜，明白吗？遵命。皇上怎么了？见您公主求见。你就跟她说朕忙着呢。这真的没完了是吧？小龟子，明白。公主，皇上在处理正事儿啊，谁都不能见，把我都轰出来了。每次都这么说，每次都处理正事儿，都多久没有见我了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去找皇后娘。也不能去，太后着凉了，需要静养，不能过风啊。你胡说！哎，真的呀。皇后娘，放肆！再向前一步，打断你的双腿。知道了，皇后娘。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皇后娘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？您还要出嫁，你也没有见我一面。你是怎么了？以前你不是最疼孩儿了吗？出去。我不。皇后娘，孩儿要陪着你。如果还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
孩儿改。皇阿娘，公主，还是回去吧。公主您住在京城，进宫请安可比在云南方便多了。等太后身子好些了，再来赐您宫吧。公主，请回吧。皇阿娘，孩儿把这个香囊留在这儿。你要是想孩儿了，你就看看他。几次了？问你话呢。哎，搭理都没搭理你吧？最后，你把一包香囊放在了太后那儿。他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你扫眉大眼的就自己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身上的香囊没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你要是再去第七次的话，恐怕你连你的脚丫子也得给他留下。为什么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事不过三，你这都多少回了，搁谁谁不烦呢？嗯，回头太后一生气，把你俩脚丫子咔给砍下来了。死鬼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难过的很，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还在这冷嘲热讽的娘干什么呀？啊！滚开！哎，你要干嘛？陈塘，又要往下跳啊？哎，你别玩了好不好啊？每次都这样，沉塘沉塘，你明知道这个水齐腰深淹不死你，你还玩？我没玩。你现在呀别要死要死要死的，你现在应该想一想太后为什么不愿意理你。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啊，还不是因为嫌我嫁给了吴英雄，他爹图谋不轨，我成了他们家的人，皇帝哥哥肯定就不喜欢我了。我今天晚上就把他杀了，皇帝哥哥肯定高兴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小点声。你要是真杀了吴英雄，他爹一得到消息，马上就造反了。他这一造反倒好，皇上马上就生气了。皇上一生气，一个砍你的脑袋。我不怕，命都没了，不怕还有用吗？哎，你不是一心想要讨好皇上和太后吗？我教你几招。什么招？卖惨。我又不是没卖过，有什么用啊？卖的不够。就这样啊？当然还有呢。还有什么？告诉你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向我保证不去杀那个英雄。好，我保证不杀就不杀。你真保证？我保证。然后呢？谁呢？哎，你个死鬼，你敢骗我！
卖什么惨？卖惨有什么用？做大事情就要干净利落脆。本公主两招足矣。第一招，先盲倒你；第二招，再砍了你。冬梅，奴婢在。那个谁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回禀公主，额驸在后厅商议要事。哦，知道了。外面的人可以去休息了，把门关上。是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是我言语冲撞了世子殿下，和张提督无关，您就放过他吧。不是我们到底在哪儿得罪了殿下？你们要是得罪了我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们得罪的可是那个韦小宝啊。我们怎么得罪他了？是啊，我们到底在哪儿得罪韦大人了？你们俩呀，你们一心在他面前说咱们的爹马如何好，那他岂不是很没面子啊？如果他恼羞成怒，在皇上面前告你们一状，那你俩的官帽子还戴不戴了？是。殿下，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跟他赛马。赛马？论短途，咱们的爹马肯定比不过他的玉华聪。可要跑长了，他非输不可，到时候岂不是又得罪了韦大人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你不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奸诈吗？我什么奸诈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他赌，他必须得斩我一刀。他不敢让我说，可是他一下输你100万两银子，他疯了吗？他，你上次查外查多少两银子？235万两。嗯，我怎么记得你说的是135万两？是啊，是135万两。你刚说235。啊，你要说加上那些古董啊、宅子、字画什么的，那肯定得到135万两啊，不是，那肯定得到235万两了。所以啊，这个鳌拜他一辈子才贪了135万两。对呀、啊，可是这个吴义雄，他一次赌马他就输你100万两银子，疯了吗他？他是脑子有病啊！哎呀，你忘了，我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。可是你也别忘了，你可是吴应雄的仇人。有道理啊，不愧是公主，人长得漂亮，脑袋还聪明。嗯，是啊，那那是为什么呢？按理说，我给她戴了一顶绿里透绿的绿帽子，她呢应该和我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才对。嗯，啊，她得花100万两要了我的脑袋才对啊。可是她不但没那么做，还非要送给我100万两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啊，这里边肯定有奸诈。那这奸诈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我觉得先别管那么多。总之呢，我们让他这次赌博赌不成，那么他这奸诈自然就搞不成了。对，让他的马跑不成。对。啦啦啦。嗯。
我的马儿马儿，今天晚上有好吃的，我得给你们吃了，乖乖。韦爵爷，韦爵爷，额驸大爷，有何贵干？在下前来讨教赌马一事。啊，里边请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看啥？请问韦爵爷，我们在何处赌马？哟，那当然是越热闹的地方越好了，人越多的地方越好了。有问题吗？在下十分担心，你我赌马事小，伤损皇上威仪事大。哟，您这话是不是有些严重了？韦爵爷，您想，在城中赌马，无论军营市井，势必引来众人围观。假如他们得知我们的赌注超过百万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想当年，韦爵爷奉旨查抄鳌拜家产，也不过区区的135万两。是啊，我们区区一次赌马就要100万两，假如传出去，朝中的大臣会怎么想？京城的百姓会怎么想？他们会不会说皇上最最宠幸和倚重的大臣是一个贪得无厌、无所忌惮的贪官？他们还怎么看皇上？说的倒是有点道理。那您说咱们上哪儿赌去？咱们赌的是马，赢的是银子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那好办呢，咱们找个清静的地儿，去城外跑马。韦爵爷所言极是，只是又怎么了？在下身份有点特殊，朝廷对我又特别关注，九门提督那边，您看，你是怕你出不了城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那边，我来帮你打点。啊，多谢韦大人。来来来来，上茶。伯父大人，您请茶。哎呀，伯父大爷。您这来我的府上，怎么还带个护卫啊？哟，哦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没认出来。今天又是骑骡子来的。卑职养的是云南马，不是骡子。这位是卑职王进宝。那天和爵爷论马，言语冲撞了大人，还望爵爷海涵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养串种的那位。卑职养的是云南马，不是串种马。哼，愣头愣脑，直来直去的。我喜欢这款。皇上，别跪了。啊！磕我尾巴骨了，头坏了吧？速度起来了，没搂住。需要穿浴衣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是磕了一下尾巴骨，回去自个儿捏捏就好了。哎，我这有个好消息跟你说。您说，
尚可喜耿精忠，奉诏撤藩，马上就来京了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啊！这下吴三桂这个老滑头，那可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了。孤掌难鸣。对对对，皇上说的对，孤枕难眠，孤枕难眠。你真是不学无术。哎，我问你，上次宋钦去的时候是从贵州入的云南，回来走的是广西，这两条路哪条好走啊？皇上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这两条路啊，都不是人走的路，又臭又长，还全都是山路，那东西也多，根本就拉不上山呐。最后奴才也是没办法了，扔了好些东西，才上得了山，而且呀，累得够呛。那这难办了。咱们的大炮啊，造得太重太大，这山路上不好拉呀。皇上，我听您的意思是说，之前您造那些大炮就是为了运去云南，轰吴三桂这个老滑头的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不过皇上，奴才想跟您提一点小小的建议。说。那大炮啊，忒的个儿，不好运啊。最好让他们呀多造几门小炮，两匹马要是拉不动呢，就换三匹马拉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呢，速度还快，还方便。这马呢，也得有个讲究，必须用滇马鞍。为什么？您别看这滇马，个儿小，腿儿短，可是哦，有长力，善于走山路啊。你连这个都知道？哎，现学现卖。我之前也是听兵部的人说过这事儿，但是。这个平地冲锋陷阵，滇马不如蒙古马。这回我肯定是赢定。又跟谁赌了？奴才很惭愧。其实刚才您派人去叫我的时候，我正在跟吴应熊赛马呢。刚才您这一番话一说呀，奴才这心里啊，算是踏实了。这回。赢定了。他用的什么马？正是滇马。你们在哪儿比的？城外。他怎么出去的？啊，我呀跟九门提督打声招呼放他出去的。哎呀，糊涂啊。怎么了？你之前怀疑吴应熊是对的啊？这吴应熊在云南用滇马运木头来京，造西园子是假，用滇马逃跑才是他的真正用意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下令追！哎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皇上，您放心，那臭小子跑不了多远。为什么？那就得说是人家建宁公主的功劳了。建宁，韦大人，哎，大人小心！这看太高了。这，参见韦大人。先歇会儿吧。我问你，哎，吴应熊呢？他没来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真让我给猜中了吧？还搁这傻等着呢，人家早跑了，人家。啊！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，咱们去。哎，韦大人，我是西凉人，做的是大清的官，从来不是平西王的嫡系啊。我们俩在甘肃当过武官，之后被派到云南。这个吴三桂他一直排挤我们呀，他调我们二人离开云南，就是明知我们不肯附逆，他坏了他的大事，这次逃走也是故意支开我们的。韦大人，我们跟吴应熊绝对不是一伙的。看见没有？多可笑啊！什么人带什么人，说撂就撂，谁知道你们俩说的真的假的？魏大人，我们可以去追他。啊、对，黄副将善于查看马迹，滇马的蹄形他一看便知。我看着马蹄印，一定能找出他们的逃跑路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行，我信你们一回啊，跟着我们一块儿，
带着我们去找那个吴应雄。但是记住了，这一路上你们谁敢捣鬼的话，我第一个砍了你们。是吗？出发。上马，大人。是天马的吗？没错，不过他们怎么向东去了？向东？是。这去云南不应该往南吗？怎么向东了？看提尔的方向，确实向东。行，听你的。吴英雄这小子向东跑太没道理了。我看你是不是故意引我们走上错路，好让吴英雄逃走啊？你瞎说。韦大人，能否由卑职另带一路人马向南追赶？用不着，那滇马是王三哥养的，一定认不错。今天就听他的。韦大人，您叫卑职王三哥，卑职可不敢当。哎，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？你们三个都比我年长，叫哥哥是很正常的。张大哥，赵二哥，哎，王三哥，哎。今日我们若能一起擒住吴英雄那个反贼，这辈子你们这三位哥哥，那我就是认下了。多谢韦大人。抓人要紧，上马。好，来。奇怪，这马粪怎么是稀的？皇上，公主到了。皇帝哥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还和以前一样，没被云南的太阳把皮肤晒黑。比以前更漂亮了吧？朕听小桂子说，你一直在暗中对付吴英雄。啊。很好。早知道他们要造反，在云南就应该把他们所有人都法办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嫁给吴英雄，也不用每天憋在公主府，天天受人白眼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皇帝哥哥，那个吴英雄被抓回来，肯定是要砍头的吧？这砍了头，我就成了寡妇了。寡妇连门也不能出，等那天悄悄地死在房子里，不会有人知道。你放心，朕是不会不管你的。真的，皇帝哥哥说话算话。有什么啊？你猜。停！韦大人，王副将果然没带错路，这不就是滇马吗？王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难受啊？你怎么比这马我看还难受啊？怎么会拉稀呢？我怎么会越来越稀呢？韦大人，小将养的这些滇马都是千里挑一的良驹，怎么会稀成这样呢？就算吴英雄这小子拼命的催赶，这些马也不会这么不中用啊。王三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吴英雄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他为了自己逃命，你看看，把你那么好的马
给累成了这样，都拉稀了，都拉稀了。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王女对他一片忠心啊。这个吴英雄如此不爱马，一定没有好下场，一定会下十八层地狱，下油锅。你闭嘴！别骂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先睁眼。睁。韦大人，还好我这些马没有全军覆没，不过看样子也撑不了多久了。还是吃的不可多呀。如此不爱马，一定没有好下场，死了以后一定。行，打住吧，打住吧，这车轱辘话来过来去骂，就那两句，我耳朵啊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别骂了，别骂了啊！带出来，走。哎呀！跪下！哟，哎呦，我都没忍出来，世子殿下呀，怎么这副打扮了？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？骑马上，嘎噔嘎，嘎噔嘎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脸都脏了，摔了个四仰八叉呀！哎呦，世子殿下，怎么改打扮了？这什么打扮？这是。这是叫花子呀、啊，跟我这演戏呢，喜欢演戏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正合适。当今皇上也愿意看戏，我马上就把你押到皇上面前，你给皇上好好的演一出啊！韦大人，韦大人饶命！韦大人，韦大人饶命！饶命！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呢？你居然把我当猴耍！要不是我的马儿跑得快，还真让你给跑了。带着，走，上马吧，他们。二，你去给我打一盆水，捧两把土和一小撮马粪。大人何意呀、啊？教你做官。这。生在万花丛，长在香烟中，满眼尽是姹紫嫣红。一朝入江湖，呼吁又换风，不辨是你风情万种。双眼秋波松，你浓我艳浓，柔情蜜把你包拥。踏遍天涯路，停靠你怀中，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。都说你是英雄，刀光剑影拼不出你的梦，富贵荣华一场空，何惧命运来捉弄。谁说你是英雄，繁华背后皆有我最懂。天荒地老情最重，古道斜阳方影相从。生在万花丛，长在香烟中，满眼尽是姹紫嫣红。一朝入江湖，呼吁又换风，不辨是你风情万种。双眼秋波松，你浓我艳浓，柔情蜜把你包拥。踏遍天涯路，停靠你怀中，生最美是相逢。